呢，我们选择在跨年的时间为沈阳人带来了一个有浓浓沈阳味儿的这样的市集活动。大家呢可以在这儿吃喝玩乐，可以在这儿选购新年的礼物，同样呢也可以遇到话剧、脱口秀、音乐会等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里吧，在1905过一个快乐温暖的好年。